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019年4月1号八组长，是6:01刷牌钥匙，我在等待23进站，只是我真的不太确定到底有没有彩绘啊。对啊，可是如果没有彩绘就蛮难过的，你毕竟好不容易听瑞芳的那个23了，有彩绘列车，以前都没有。哎、欸，来了！车子进站了，小心哦！车子进站，还有车子进站，请勿靠近黄线。哎、欸，竟然没有哎、欸！啊，没关系，算了。23是天尾二巷到树林，乌油马之遥，竟然没有彩绘。从2014到天尾又2013乌油马之遥。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啊，有乌油马就好了。真的蛮无奈的。好了，谢谢哥哥，天空2013，天空2014，不用嘛，这样谢谢哥哥。那下面跟妈他们多多给我们打激光片，那不会，走吧，我们。2014啊，天空2013，天空2014，不用嘛，这样。这样哦，好，谢谢哥哥，那么快，那个帮我按一下，一样，按暂停，然后首页，我要收起来，感谢，我就不跟了。OK， 好，感谢各位，对吗？哈，这样可惜没有彩绘啊，真是傻眼，那么。